所以咧关心的就是这哦，国内这好野山的茶杯的这问题。罗冠腾退啊，讲准备要伫今年五月初一啦，发起反山家的大游行。所以今日有那十几个这罗冠团体到这行政院的门口，送了一份这山家人扎忏悔邀请函，伊是将五帮这行政院长吴敦义，看是不是会当比较合过去这大头家啊，就是工商团体，因所举办的扎忏悔感款，有那当坐落来听这罗冠的心声。条件要保障，劳动条件要保障。大声喊出劳动的心声，即个劳动社会甲世界团体共同声产一份早餐，主要是要甲这散赤人早餐会邀请函送予行政院长吴敦义，希望伊卖当比较甲工商团体早餐会做来了解劳动生活困境啊，多需求。有很多很多的劳工，事实上，纵使有工作，在劳动条件完全失控的情况之下。事实上是处在一个过劳死的一个状态。因公就算讲经济好转，薪水下降，但是税制不公平，处境都这么悬，散赤甲好嘅差距也是愈来愈大。基层劳工感受未到这经济恢复，实质嘛败退到1998年水准。嘛来表达诉求，苏小姐讲，即马少年人一个月才2万外薪水，伫台北加薪啊个立处租，就无通存偌济啊。如果你想要在工作上有进展的话，你可能又要自己去进修，所以其实生活都是非常非常紧的。不要讲说是月光族了，像很多同事都已经开始贷款了。因要伫五月初一劳动节发起五一反散赤大游行，提出劳动条件来保障散赤甲好嘅差距加缩短，经济弱势甲救助，啊个生活品质就要提升嘅一系列诉求，要求政府必须来正面回应，那无就要扣断政线到立委啊个总统选举。记者陈报道。